乌鲁木齐，新疆第一大城，丝绸之路上的亚新之都。紧邻繁华都市，一种神秘动物繁衍生息。雪豹，行踪飘忽的顶级猎手。有一群人，他们从来不缺乏勇气和探索精神，开始了对雪豹的追逐。十月将过，荒野新疆追兽组便开始准备行装，去寻找一种在新疆几乎没有人亲眼见过的动物。这是一支业余爱好者组建的调研团队，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寻找雪豹。我们第一次拍照的时候是在那块架了四台，当时是确实很惊喜，哇，我们拍到雪豹了，就像乌鲁木齐市附近。邢瑞发现的雪豹距离人类居住的城镇只有10公里，小镇上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周边电石厂石灰岩矿的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现雪豹，也让邢瑞感到疑问。因为之前呢没有这种相关记录，所以呢也有媒体呢就说50年雪豹重现乌鲁木齐，但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判断，它不可能是50年突然间出现的。你们从哪个沟下来的？后峡下来的。雪豹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青藏高原也好，新疆也好，有很多这种没有人类涉足的涉足或者很少的这种地区。原因也是你对它栖息地的了解，你认为是局部的。从喜马拉雅山到塔什库尔干高原，从海拔5500米的西藏高原到阿尔泰天山的针叶林区，中国成为雪豹最主要的栖息地，然而我们却对它所知无几。我们在新疆很多地方啊，不仅是雪豹，我们的资源实际上还非常好的，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的价值。这种认知是滞后的，往往是在很多东西都已经被遭到破坏之后啊，我们很后悔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有认知这么好的资源。我们的保护更应该是在这个种群还健康的时候去保护，而不是说经常我们说保护一个动物啊，全世界剩了几只了我就保护，那没有意义了。究竟雪豹的生境如何，它们的数量多少，这是追兽组此行最主要的任务。来看一下这个我做的这个地形图啊，红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标示出来的一些圈，这是我们未来准备考察或者说捕摄相机的区域。邢瑞计划把调查范围集中在大约100公里的山区附近，由于这里地形复杂，垂直高度差较大，不仅为队员带来危险，也无形中扩大了调查面积。我们现在说的山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山峰，它是个山脉，有很多沟谷啊。那么雪豹呢，它可能举个例子，它老在这三个山头的这些区域活动，它可能下到沟底的时候2000米了，他爬到山顶上又跑到3000多米去了。邢瑞需要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为计划出谋划策的人。天山野生动物园，然后住3天10夜。我喝了，哎，这个取不出来的。喝多了，你给邢瑞啊，邢瑞在那摆弄。像雪豹的话，按以前的经验，大部分人是它夜行的，所以这个晚上带彩色的灯对我们拍雪豹有帮助就会很大。以前我们对雪豹的一些认知研究可能多数基于动物园，调查手段呢也只能仅限于就是说好比说牧民访问到底有谁见过雪豹。过去没有红外相机这个技术，也就是红外相机引入也就才几年时间，它形成了一套新的调查方法，相对简单的又高效的一种方法。上面不用，我们先测试嘛。测试就不用把它开机。我们刚才说这今年我们新用的这款机子啊，它晚上可以拍到彩色的图像啊，很有利于我们那个辨识。因为这机子刚发到，我也没有来得及做测试，正好我们明天布之前，我们今天在这儿测试一下。对，
对，你也可以测试从远往近走，看它在什么距离才能出发。嗯，有好多动物过来的时候还要嗅一嗅闻一闻，它基本上从那里走过来。追兽组成员最终计划将100台红外相机布置在调查区域中的10条样线中。每条样线选择不同海拔的架设点，通过获得的雪豹影像对它进行个体识别。雪豹是世界上最难拍到的动物之一，追兽组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找到雪豹的踪迹，才能选择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哎呀，你都别走了，柱子，你跟鸭在最后一组，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布置红外相机的第一步是寻找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重要线索。看到了，这是那个猛兽，不是，这是食肉动物的粪便，有可能是狐狸。昨天就看到了，昨天下来的时候。你要尝一下吗？能闻出来时间吗？要没味道的话，就时间长了，是不是啊？超过24。估计是啥？差不多狐狸。狐狸啊，雪豹比它粗，要大一些。新鲜雪豹，就跟猫一样，知道吗？我没有闻过猫屎，那个味道很强烈，你知道吗？邢瑞，新疆第一批户外爱好者。如果不是爱上了雪豹，今天他早已成为了户外行业的领军人物。应该是10年前，当时作为一个考察队的一个向导。他们是做昆虫的，几个特别资深的爱好者，可能从小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喜欢上这个东西，现在都50-60岁了，还在把所有的这个业余时间投身在他们喜欢的这个事情上。在我的想象当中，也是觉得做这些事情的人们应该是像我们某个研究单位的一个什么什么学这个专业的老师，而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但是水平非常高，所以我就觉得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么一个群体。我就觉得要是能够自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份子，特别有意义。他经常在这种，你看他往那边走，他假如选到这个地方，他必须从这儿走，对吧？他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爬，他肯定要从这儿走。这好像是拉的屎。邢瑞在一条兽道旁边发现了雪豹的粪便，并让妍希采样，准备做 DNA 鉴定。那就这块采样了啊，你看看是不是一坨。是一坨。是一次拉的吗？还是一次一次新鲜的，而且肉含量很高，毛很少，菊花够大。通过它的粪便，你能看到它吃的好不好，然后呢，它吃了什么东西，这是最基本的两点。像这个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小关节，这个关节应该是个锁骨关节，年纪不大，是个小家伙，有可能是小北山羊。妍希，新疆出了名的动物标本师，主业却是一家5金店的小老板。2015年得知邢瑞调查雪豹的消息后，加入到荒野新疆追兽组。在此之前，他已参与雪豹调研长达8年。我一直期待的在山上见到野生雪豹，有时候真的，它的粪便、它的足印都很新鲜，可能就在我们上山的前一个晚上或者凌晨的时候，他才从那儿路过。新鲜的雪豹粪便燃起了所有队员的希望，邢瑞决定分组开始地毯式搜查。邢瑞和黑子一组决定挑战一座坡度几乎近60度的高山。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什么野外经验，就是开上车到处跑。一开始想的就是哇，能出去玩了，能出去散心了，这是最初想法，真的，这是最初想法。因为工作了多少年了，你没有出去跑过，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咋样的。你看那个那六组团队是吧？当接触到这个团队以后，再一看，哇，原来外面这么好玩。没结婚，先玩他2年，玩着玩着玩着就玩上瘾了。
一路跟着脚印走，他将我啪爬到上面，踢到，我一看没办法再跟了，我就回来了。在这边呢，河旁边呢，完了以后你就往崖壁跟前走，就一条小通道。黑子在半山腰发现了几处雪豹的脚印，直接放自己爪子印就行了。对，就看爪子印。越来越多的线索证明雪豹就在附近，就像我们追逐动物一样，就感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间你感觉突破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感觉好像它就在身边，你在做调查的时候，它可能就躲在某处看着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说不定我们意外的看到雪豹。妍希，妍希，叫侯老师，黑子，赶快下山，撤。就在追兽组跟着雪豹脚印继续追踪时，天气突变，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临。邢瑞通知所有队员立刻下山，即使开车经验丰富的他，在连绵20公里的环山路上也不敢有一丝松懈，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悬崖。大雪过后，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但也让这次的任务更加困难。冬天呢，实际上对我们做调查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这种山区天气状况。但是我们选择冬天的主要原因呢，是这种恶劣的条件，山里的人少，它对动物的打扰就比较少。但是其实呢，也是有一些顾虑。那我们现在选择在乌鲁木齐做，也是选择了一块别人看起来就不是一个该有雪豹的地方，或者说是不适合做雪豹研究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也担心的是大家的热情能支持多久啊，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热情能支持多久。我妈说这个不对劲啊，你到底在干啥？我出去出差去。你出去出啥差啊？啊，全国公交司机大比武，就 low 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但是你希望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时光和你很重要的这种付出，是给了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你理解你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考虑。我都能数到四只，你数三只啊？跟一群有共同理想、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块儿干一些共同愿意干的事情，我觉得首先这个就非常有意义。本次活动招募35岁以下的优质单身青年。为了安全起见，邢瑞决定全组队员暂时撤回乌鲁木齐。因为这种调查，一个它需要连续性嘛，第二呢，它需要不断的深入。就实际上在发现冰冰的这个区域，已经做了一个半的冬天。假如你冬天不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再重复我们前一年做的，我觉得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把那个红外相机拿过来，因为我们首次进行这么精确的这个去统计，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再进行长时间的几年甚至10多年的去观测，才能得到一个可能相对于精确的一个数据。10月29日，荒野新疆追兽组再次出发。因为这今天才下了雪嘛，新的脚印你们多看一看啊，新的脚印。老邓，我们找到雪豹脚印了，雪豹的，这雪豹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过去的。你看啊，后脚的这个三字形特别小，前脚的特别宽。哦，前脚的宽是吧？前脚宽，后脚窄。敢在这儿走这么远？对、啊。应该是后半夜凌晨车少。
踩到人的脚印上了，这上面了。前面就说我们到处找清晰的脚印，今天是最清晰的。以前我们都很少在下雪天上来。虽然这场大雪耽误了调查的进行，但也不全是坏事。那前面看到最清晰的雪豹脚印走到什么位置了？最清晰的雪豹脚印在对面那个山坡上。现在随身都没有带那个录像机的东西是吧？没有带任何东西。柱子，取东西去吧。钳子、棍子，差两个。这以前我们是因为考虑到相机的安全，跟你说，老想住到特别高的地方。但是不到特别高，你要不到山顶，可能也是有几率。但是对人来说，太累了。下面你要能找到相对准确的道，其实也是非常好。邢瑞沿着雪豹的脚印架设了三台红外相机。师傅，我来干吧。新鲜的雪豹脚印让追兽组再次看到了希望。我刚才抓捏了老鼠屎，不明老鼠的屎，然后吃饼得鼠疫咋办呢？是吧？换成左手吃吧。算了，那个你就吃吧，我吃鸡蛋。What's this？ 刘北山羊。在哪？就是我们调查雪豹呢，实际上还要关注的是雪豹的食物。基本上雪豹呢都是跟着羊在走，天冷了羊就下来了，雪豹也下得比较低，羊上去雪豹就上去了。啊，这边发现一只北山羊的尸体。在公路旁的一个峡谷中，邢瑞和队员们发现了大量北山羊尸体。到这儿，这只10岁半的个体应该对北山羊来说是壮年个体，它的7岁到10岁是壮年期，这种个体一般是不容易自然死亡的，除非是被捕猎。羊那个位置，就是正常它死的话，它不可能死到那儿。那它从山上摔下来的呀，那个羊是怎么？但明显是从山上摔下来，应该摔下来了。吃了。上去看看吧。它的右侧的肋骨是完整的，哦，右侧只有左侧肋骨是断的，这一边要么就是摔断的，刚好适合秃鹫这类的东西把它断的卡口给拽走，嗯，要么就是被食肉动物啃，食肉动物啃应该有咬痕，这个应该是有动物咬过，有一个小半圆形的豁。这些北山羊的尸体有摔死的，身上有骨折的，也有外伤的，就比如说有动物咬痕，那有可能是雪豹干的，因为那个区域只有雪豹敢直接捕猎北山羊。实际上雪豹呢它都是伏击型的，它会选择在很高的地方，崎岖的地方，是有利于它隐藏，只有说北山羊走到合适的捕食距离的时候，它这时候才会出击。也有些北山羊在惊慌的时候就从悬崖上掉下去了。这只羊明显是摔死的，而且这是个小的吧，脚已经被摔到靠中间了，头骨碎了，还有一个嘣嘣嘣，哇，掉了。我们刚才是6只，两只8只，发现2只新的，上面还有只9只，10只，一小群羊没了。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录像机，我们拍几天以后，在短期内我们就要收，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怕它误不误拍的问题。10月29号，我们追兽组在这儿布设了一个北山羊陷阱，等着看什么东西来分解它的尸体。最终，这些北山羊尸体成为高山乌鹫、石雕、狐狸、野猪的美味佳肴。但是依然没有发现雪豹的踪影。多数情况下雪豹呢是不吃尸体的，它直接捕食的活食。就在所有队员准备放弃追寻时，最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当时我们停了车在看那只北山羊，然后那只北山羊孤零零的在山脊上站着，然后呢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北山羊都成群活动的，那就数羊呗，
拿着望远镜一路往山脊上面瞄，瞄到一块岩石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突出物。妍希，哎，那个石头在动，眼花了吧？哎呦，好像是条狗哎，那就更不可能了，那玩意儿怎么可能是狗嘛？狗，拿狗嫌没事敢爬那么高山去？哦，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走走，哦，看到了，看到了，他在摆，在转头，快，相机，驾，哦，雪豹都不要，都不要吭气儿。那天我们看到那个雪豹的时候，它在一个山尖上，下面有几只北山羊，它是准备捕食的嘛，然后赶快拿长焦把它拍下来了。他其实是在山顶上看下面的几只羊，他可能在寻找捕食的机会，但最后一看自己没什么戏了，就走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把车往前开，开到那个前面去，我们在那个方向慢慢逆走，往前开，就让留一个车，拿对讲机看着，就在这儿不要原地不要动，还盯着这个地方，前面去一个车。你去前面找吧。啊。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调查区域，亲眼看到了雪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当时有11个人嘛，我相信。可能他会记一辈子。我看到的是个知道那个大小的东西，还是个雪豹。他肯定是拍到就芝麻粒那么大小吧。但是已经很清晰的看清，它是一个雪豹。你亲眼看到一只活的雪豹，它状态那么好，肥肥壮壮的，在那种环境里，真的跟关在动物园里的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一种气质。那时候就觉得这次雪豹调查非常值。关键时间，紧张到激动，站起来，稍微等一会儿。阿莫，给咱点空间。阿迪，看着我的双眼，我默默地为你唱一首情歌。你是我的狼。就是我们自己也好，对于其他人也好，一个很珍贵的能打动你的这么一个画面，真的是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经过一冬天的调查。荒野新疆追兽组最终根据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识别出20多只不同雪豹个体。这样的密度，几乎是以往调查数据的8倍。我们红外相机记录到的所有的视频，不管清楚的模糊的，它在睡觉，它在走动，它在做标记，都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向往的那种自由。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影像在大众中去传播，才会有更多的人也对雪豹产生了一种了解啊、关爱啊，甚至行动。有很多感动，或许只是自然界中一些稀疏平常的声音，然而更多的感动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理解。他们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兵种。他们是守护城市最忙碌的战士。我们每天在战斗，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战斗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逆火而行，他们挥汗如雨，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消防员。